新生拍档究竟会是哪一组呢？你觉得谁会赢？我觉得都有机会吗？都有机会。但他们这次准备真的很用心哎。嗯，欢呼声好大呀！哦，闪亮登场！哇，我来摘我来点。你们全部都好闪呀！我来练习一下，好。那这样我们也欢迎大家登录新浪微博，关注东方卫视我们的歌官方微博，加入官方粉丝群，边看边聊，收获更多精彩视频。登录微博进入我们的歌话题，也助力你最爱的歌手解锁微博独家惊喜。啊，我要走了。好，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在嘉宾席上，我们的新生召集人 Jim 邓紫棋也再次回归到我们这个舞台，欢迎 Jim。好，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晚上你比较看好哪一组呢？看好哪一组呢？我组组都看好啊。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舞台能站上去就非常的厉害，而且到现在了，输赢其实已经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今天晚上站在台上的每一个音乐人，他们都是用尽全力的为大家带来最好的表演。可以可以，非常好。所以在这里，大家是不是也应该用尽全力给他们掌声呢？好，让我们一起欢迎他们。去挂念你，对影只得多自己，还是到此地，还是再到这个卡拉 OK 作逃避，终身只有当游戏。卡拉 OK 你忘记，忘掉你的话，忘掉过往我与你的梦，忘掉过往我与你那些欢喜与伤悲。
OK 的。为了我们的诚意，都来一次掌声吧。哎 ，OK OK， 太 OK 了。我们现在要请子琪一起加入到这个行列，好不好？来来来。我们也再次的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召集人 Alan 谭校长，大家好。没有想到那么快我们已经在音乐盛典见面了。那今天晚上音乐盛典除了我们的两位召集人今天是完全没有任何压力之外，对于台上的其他十位来讲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压力。哇，大农今天这个新的发型是因为音乐剧的关系还是因为我们都有？哇，所以理一个新的发型是希望有一个新的舞台展现，对不对？是是是，没错。两位今天晚上有什么目标吗？享受音乐，享受舞台。王中王，你们这个名字真的很霸气，今天晚上想拿王中王吗？那当然必须的。什么时候往东北那边去了？你口气也太大了，谦虚点，谦虚点。啊，好，谦虚点，谦虚点。雨儿，听说跟石头今天晚上你们两个人胆子很大，你们要把新歌手唱放在这个舞台上。真的吗？对对对。那除了我们的非常圆满之外呢，啊，我们也欢迎小春哥和盖再度回来，精神小伙，欢迎两位。今天这好像是恍于昨天啊。哟，你在讲什么？就浑浑噩噩就到今天了，所以就会很开心啊。所以今天晚上就能够跟校长还有其他一个，尤其我们 B 组那么多人在这里。我好好享受。哎，没有没有，对不起。sorry sorry， 对。但是也的的确确说了一个实话哈，大家可以看一下 B 组全员都在。加油。那很大压力听起来。对，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孤单了。为什么？有我们，有我们。当然有你们了。然后今天我们 A 组的大家长的召集人校长在啊，对，家里大人在，对吧？其实我们是真的就是背着所有 A 组的所有的成员的翅膀一起飞过了。这就是我代表这个宣南讲一句，一个字，重质不重量。那最后一个问题留给我们尊敬的大家长哈，我们的校长哈，我相信校长也一路有看我们的节目哈，当然。所以今天最后这个五组，刚才我问了子琪，子琪已经给了我他的答案，我也想请教一下你的评判标准是？我觉得。在现场心态很重要，每一个艺人在舞台上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绝对影响的表演。所以你们上去拿出你们最好的一面出来就可以，就看谁厉害就谁赢。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入座。哎，有请各位。